你他妈给我，你们丫的！邀您收看云南虫谷，用纽西之谜水凝清润隔离霜一抹，开启隔离防护，轻装上阵，能扛能打，助我突出重围。同程旅行邀您收看前情回顾。那就不能按照正常的风水理论来解释了。这个棺椁极有可能是某个主墓的陪灵。一抹开启隔离防护，轻装上阵，突出重围。纽西之谜邀您观看云南虫谷。阿爸，我们等下咋个阵？要起风了，五行山，金虫谷。组长。组长，组长，找了个阴金宝石，说呢？你一直跟着你阿爸走的，什么宝石？这个赌场赌金太强，阴金根本保不住。要是现在不挖出来，命就难保。兄弟，是个猴啊！
是献王时期的石雕。哎，老胡，这还有一石猴嘿。行嘞，这下是看到胜利的曙光了。哎，同志们，打起精神来啊，咱们去会会那献王老。胡，你干嘛呢？这有驱虫的味道，这红土能驱虫？不是，献王那么一大老爷们，他能怕虫子？他怕不怕虫子我不知道，除非是为了保护什么。看来我们离目的地不远了。陈瞎子跟我说过，这献王精通奇术，最厉害的就是改变风水格局。如果这个虫谷里真的有木尘珠，这么大的木，要想在行事礼器上更具先学的气象，应该会在附近改设某种辅助的穴位。这个地方可能就在某一个穴位的附近。你能看出穴位的位置？当然。我那半本《十六字阴阳风水秘术》里面的画字卷，说的就是改风换水的事儿。这龙脉要改形换势、转风变水，至少需要动地脉附近九个关键的重要穴眼。而这第一个穴眼呢，老胡，首先就是化转生。你能不能别说的跟天书似的？不是，你说点我能听懂的，行吗？说白了，就是只要改变这九个穴眼的位置，就可以保持风水缠护绵密。地脉形势万年不破。哦，那九个穴眼在哪儿呢？啊，哎呀，这植被太茂密了，一时半会儿真看不出来。啊，合着你没看出来啊？那你说这么热闹干嘛呀？你这不瞎耽误工夫吗？我不是正看着吗？你捣什么乱呀？在这儿待着去。哎，看这山谷的走势，应该是第九处穴眼，九曲回环，朝山前。朝山前。九曲回环，朝山前。哎，老胡，我记得你曾经说过，这种格局的末尾，会修建庙宇类的建筑，给龙脉增加态势。难道说，这虫谷里面会有庙宇？不愧是杨参谋啊，果然是个聪明人。这儿的山民啊，都供奉山神。如果我没猜错，这虫谷里应该有一个山神庙。哦，哎，那个杨参谋，你不是带着那个图了吗？咱看看，咱看看，没准上面就标着呢。而且我敢断言，这个山神庙是木质的，所以刚才咱们看到的那些红土，应该是断虫道，就是为了保护山神庙不被过多的虫蚁所损坏。蟾蜍标记着古滇国遗址的入口，也就是说，如果我们能够找到山神庙，就进入遗址的范围了。嗯，好词儿。嘛呢，一惊一乍的。不是，感谢二位大师的分析啊。老胡，接着往下说。你说那个遗址里面它什么规制啊？不是，它得有多少名气啊？不是，你别看图你啊！哎呦，哎呀，对不起，我不是有意的。干嘛呢？胖子，到，你别贫了，去周围看看还有什么新情况。是。哎，把我吃走了，你们俩想干嘛呀？我有什么关系？把手给我。干嘛？换
药呀。啊！啊！我什么都没听见，什么都没听见，什么都没听见。你放心，我一定抓住他们，还你个公道。张龙，你伟哥好好休息，等着我们的好消息。你是我最好的兄弟，等我当上了组长，你就是镇龙寨的二把手。我上任那天，你还要给我弟陪刀呢。你给我振作起来。东哥，我想好了，陪你进仓库。但是你的伤，自尊有点废了。我认了，抓住他们是你立功当组长最好的机会。我必须陪你哥。伤口肿得很厉害，已经发炎了。不，忍着点儿。我说杨参谋，这男女授受不亲，虽说你不爱红妆爱武装，那怎么说也是个女人身啊。你说你这老爱摸男人手，这习惯怎么样？咬的还是轻了。我看那鱼呀，就应该把你嘴也一块咬了。报告杨参谋长，那边一切正常。你们这怎么着？也一切正常着呢？伤得更重了。你就别贫了，两天一夜没合眼了，你还不赶紧眯会儿？赶紧睡会儿啊！屁股一着地就能睡着，你还不赶紧把眼睛闭上，赶紧眯。
这些干嘛呀？他应该是得了 PTSD。得 P 什么的？不是，杨参谋长，你别老拽洋文，你说这我能听得懂的。PTSD，又叫战后创伤应激障碍。老胡有障碍了？哪儿啊？别去！不是，他还没结婚呢。不，再说这事你怎么知道的呀？不是这个意思啊。战后创伤应激障碍不是身体疾病，而是种心理问题。很多退伍的军人啊，都会有不同程度的心理障碍。哦，心理障碍是吧？啊，那就行了，只要不是生理障碍就行。另外啊，就他这紧逼心靠这事儿，他也不是一坏事儿。哎，我跟你说，只要是他认为自己心里最亲近的人有了危险，你要我一声，他立马进入战备状态。不信是吧？不信我给你看。哎，偷摸一睡着，敢不理你？最亲近的人来了啊！你看是不是睡着了？啊，老胡，我是胖子，我遇到危险了，老胡，救命啊！你怎么不灵啊？老胡，杨参谋长被人抓去当压寨夫人了。杨参谋怎么了？没事没事，我没事。我那个重色轻友的，你说什么呀？咱俩原本进来是怎么着啊？还发小了，呸！我跟你说，咱俩缘分算是尽了。我跟你讲，你早晚有一天你背着外国妞拿大礼包来给你服侍，你信不信？你说什么呢？我说什么你心里清楚。行了，你俩在这待着吧，我走。啊，反正我也不什么亲人了。我跟你说，我那边溜达溜达，没准我也能找一半呢。我，胖子啊，胖子，走了，还真生气了，甭理我，还真急了。老胡，你不去劝劝他？老胡，老胡，睡着了。有个性，我喜欢。现在马上行动，这是心动的感觉。这身形好看，这大屏出众。上汽大众途观 X， 胖爷我的官宣 CP。老胡，你说没有我你能成吗？要不是我越那劲儿，你能得逞？每回都是我当恶人给你圆谎，也不知道等我有伴儿的时候，你能不能给我也圆过谎。哼，我还够呛。反正你也不是什么讲究人。老吴，是不是你？谁啊？别吓唬我啊！
胖子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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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你吗？什么玩意儿这是？舒服。没事吧？没事。哎呀，他找你来了，你哎，你别扒拉他，你顺茬走，让他哎顺着劲儿，哎，顺着劲儿走。哎，你放松。什么意思啊？哎，你看，哎，你放松啊。你看这边也来了。你把手打开。哎，你是不是打招呼的你？可好玩了。这到底什么玩意儿？蜇人吗？不蜇人，这树林。这应该是跳舞草。一种草本植物，受到惊动后会来回摆动，就跟含羞草一个道理。哦，含羞树。这东西生长在这儿绝对不是偶然的，我得再往里走走看。嘿，你还别说，有点意思。哎，杨参谋，你也舒服舒服。你们两个都小心点哈，这东西啊。说不定有毒。哎，什么？哎，走吧。哎，老顾总，你商量个事儿成吗？啊？哎，我回北京的时候，我能不能把这草带上呀？哎，这往家里一种，哎呦呵，给我阿光，这可比娶媳妇得劲儿。带回去干嘛？啊？你还留着得了。哎，别，哎，我差不多行了，别打。老胡，不打我屁股了！老胡，老胡，没完没了了，你还。这好像是个入口。走，进去看看。
我去！真有一山神的，不过这也太破败点了吧？啊，哎，你说那帮山民怎么寻思的呀？啊，死活不让咱们进山，说怕打扰山神。不是，这山神现在都自身难保了，他怎么保佑四方啊？他这儿的山民自古以来靠山吃山，有敬奉山神的习俗也是正常的。要我说，信什么都没用，这年月信天信地的，不如信自个儿的胳膊腿儿。哎，老胡，这石像手里捧一蛤蟆，还这边还有一大葫芦呢。看来这就是地图上的蟾蜍标记，咱们找对地方了。这蟾蜍和葫芦在这么明显的位置，是不是有什么特殊的含义啊？这含义不是挺明显的吗？啊，这山神老爷想喝酒，就把酒放那葫芦里面，完了之后拿这个蛤蟆下酒，是吧？丹家那孙子不也好这口吗？哼！既然地图上显示的入口是在这里，我想应该没有错。咱们大家再四处看看。啊，哎。
哟。先来到这儿，啊，哎，看这穿着不是本地人啊，嗯，来旅游的。不过你说他来云南旅游就旅游吧，他干嘛来崇古啊？还一个人，还死这儿了。哎，你说他会不会也是让县王的毒瘴给毒死的？能只身一个人翻过赵中山，还穿过白雾来到这儿，那肯定不是一般人。对对对对，不是一般人。嗯，他那有个包，我估计包里面肯定有东西。我看看什么纪念品没有啊？哎。有一小板儿，还挺漂亮的呀。上面好像还有什么字儿，你看。四，呵，汉语拼音是吧？呵，一，日，喝一，喝一天。喝你大爷！这是英文。哎，杨参谋，来，给翻译一下。你出门带着他，就像带着我一样。好，爸爸，以后一直把他带在身边。杨参谋长，你怎么了？这不会是……
那会儿都以为是丢沙漠里了，谁成想啊，你这最后落这儿。我估计啊，他父亲也是发现了新的线索，知道这木珍珠跟先王是有关系的。只可惜，是挺可惜的。你说这杨老爷子也真够能干了啊，一人单枪匹马，也没带什么专业设备，那能走到这儿，那是经历了多少千难万险。哎呀，最后能折虫谷里面，那也不是一般人。不行，待会儿我得劝劝他去。我就跟他说，我说，一个你爸爸倒下了，但是千百个后爸一母站起来了。你还能不能好好说话？我这说的还不是好话吗？哦，我明白了，你是怕杨三让他接受不了现实是吧？没问题，我觉得人家是一女中豪杰，人家坚强着呢，遇到事儿没准比咱还能担呢。胖子，哎，老胡，你们两个来一下，我有新线索。哎，瞧瞧，人多坚强。别废话。这是我刚才搬弄附近尸骨时发现的一块与众不同的石头。生出这么多小蛤蟆来，哎，你们说这有这么多的蛤蟆，别是有什么玄机吧？怎么了？杨参谋长，我就想跟你说俩字儿，佩服。我就想跟您说啊，一个你爸爸倒下了，但是千万个胡八一我们站起来了，啊，这我跟您做一保证，我们一定接过杨老前辈的枪。我们是把木尘珠找到，我们现在是胸中有日，脚下舞蹦蹦。胖子，哎，你还不会劝，别瞎劝好吗？忙半天也饿了，出去找点吃的去。那个找吃的我在行。那个老胡，你擅长做思想工作，加油啊！敢去？哎，那边。我知道你信，老胡，谢谢你。
你别这样啊！我真的不太会劝人，但是胖子也不太会说话，我到时候好好说说他，你别往心里去。我是想说，这跟家人见着，要不你需要我做什么，我帮你收拾一下啊，或者。人总要落叶归根。爸爸他离开我们这么多年，等我们找到木尘主，我再把他的尸骨带出去。蟾蜍会不会是一个机关？这应该就是进入古典谷。这里是按照九宫八卦的格局分布的，并且对应了九曲回环之术。这八只蟾蜍是可以转动的，但要想破解这里的机关，就必须按照特定的先后顺序转动这八只蟾蜍。既然这里暗合九宫八卦，那么用九宫的七术能不能打开？九宫八卦只是表象，最重要的是按照易容经里面的九曲回环之术，九宫的七术很难打开。你还有什么别的头绪吗？我那十六字阴阳风水秘术倒是对易容经有记载，如果我们可以找到第一只需要转动的蟾蜍，之后只要按着九曲回环之术就可以一通百通。不过我记得我爷爷曾经跟我说过，这种机关一般都设置了反倒斗的装置，如果我们在三次以内没办法对准位置，就有可能永久锁死。咱们要再想进去，可就太难了。前面就是宠物，我们可进客。进，跑得真快。子斌，子斌，敢的，别跑，别傻。八卦对应八门，趋吉避凶，迎走生门。咱们现在方位是正南，离走正南。
次机会，你确定吗？我当然不确定，那也得试试啊。朝我这边转。献王行事诡异，不能用常人的思维来揣测。他在此处设置机关，肯定是不想有人能活着进去。有没有可能走死门啊？生即是死，死即是生。也许死门才是生门，走死门。前走西北，来碗面。开黑店的。哪呀黑店？那这桌上的刀痕呢？村口捡的废品。那你开店关着门干什么？没钱交房租，房东老来催。嗨，早说呀，兄弟以前也做生意，资金周转离不开他。资金能周转，生意会越变越好。资金周转就找杜小满。别人，我们只有一次机会了。我这趟出门跟挂了个鬼门关似的，我能活着回来这都不容易。嘛呢你慌慌张张的，让你找个吃的怎么跟让野猪发现了似的。哎呦太对了，就是让野猪发现那哥们儿，他发现我了，但是那帮孙子把我这头追啊。哎赶紧的，我跟你说啊，这马上就到了，赶紧小哲怎么办走。
就这样。里面的人听着，我是遮龙斩的族长，只要你们出来跟我们会合，我保证就不伤害你们。要是你们不会合的话，那就是跟我们全族人作对。
还不快去！把门带上。觉得咱们之间有误会。误会？你们骗了孔雀，闯入重谷，哪里来的误会？族长，我们没想到进入重谷会冒犯到大家，但是我们有不得已的苦衷。说，来之地到底想干什么？实不相瞒，我们从北京到这儿，是因为我们得了一种不治之症。是这样，这个山里有一种药可以根治我们的病，不光我们三个人，还有很多人等着这个药救命。族长，我们真的不是故意破坏你们遮龙寨的规矩，您高抬贵手，给我们几天时间，我保证找着药以后我们立刻离开。好吧，这些外族人嘴里一句真话都比喻，不要相信他们。哎，这样吧，胖子，啊，脱衣服，啊，把上衣脱了。啊，来，上爷，有没有？啊，好好看看有没有？啊，都看看，有没有？看清楚点儿，这是病发的症状，我向大家保证，我们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真的。姑爹，冒信他们呢？就你那个，我也要。哎，我也要，我也要。我好想也有啊。一个 Z 吗？啊，是枕。孙子，你还过来啊？过来，我看看。好。我怎么冲你眼熟呢？哎，那孙子，说你呢？嗯。哎，把这拉来，让我再看看。嗯。嚯，你这面积够大的啊！养吗？嗯，好，明白。哎，你多长时间没洗澡了？嗯，得了，别费那脑子。你们这个跟我们不一样，你这是脏的，勤洗澡就好了。小鼠屎！嗯，这还来一慢点的，嘿。不要废话，这是我们的山神庙，你们几个竟然敢擅闯进来，这是对我们山神的大不敬。哎，兄弟，我跟你说啊，
你那就是封建迷信。你拜那山神有什么用啊？你拜了半天，你还没拜明白吗？你拜谁呢？不是拜的我们吗？重谷的山神庙，不准外人穿入。这是遮龙寨千百年传下来的规矩。不管你们是来干哪样，都不能破掉我们的祖规。老爷子，那说明您让人骗了一千多年了。啊，老王，虽说千年王八万年龟，我相信你也没活一千多岁，但是你老祖宗那会儿，咱不能在这儿浪费时间，是吗？抓起来！马安，好好商量，把手放开，把手拿开，我让你别拉着我，听见没？胖子，啊，金彪，好，哎，去你的了！怎么着，老胡？你想到什么了？刚才那个组长的话提醒我了。如果真像他说的那样，遮龙山有上千年的历史，那么他们很有可能就是古滇国移民的分支。就是古滇国移民，那又说明什么呢？明儿就去云南了，今儿可得吃买了。我这肚子，哎，幸亏有娃哈哈无气儿苏打水，零糖零脂，解辣去腻，适合管不住嘴的你。走一个。摆脱命运的枷锁，让我用力闪开悬崖边。